我是蔡维廷，来自国立彰化师范大学。我的对手基本动作非常好，可是他年纪也大了，是时候退下来换我们上场了。我从小学二年级开始练习跆拳道，跆拳道对我而言不只是一个运动，更是一种坚持。我擅长的技术是正拳，注意你的胸膛。接下来欢迎洪峰、刘玉伦。本场比赛是男子八十公斤量级赛事，首先介绍清风，代表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蔡维廷。接下来介绍洪峰，代表宜兰县强身道馆刘玉伦，主审李坤义。欢迎大家来到和平篮球馆欣赏 RFC 猛龙过江职业季级争霸赛。那今天呢，个人赛的最后一场比赛，同样为您邀请到的奖评是1998年曼谷亚运的金牌选手徐芷玲教练，以及由我杨振磊为大家来服务。在今天最后一场是男子组80公斤的比赛，蔡维廷对上的是刘宇伦。清方是蔡维廷，红方是刘宇伦。嗯，这体重算是比较重的一个量级。一个头部这边拿了三分，182公分的身高啊，蔡维廷，清方的选手，今年19岁，国立彰化师范大学的选手，之前在全国中等学校锦标赛拿下银牌，也算是一个年轻的选手。对，才19岁，体能相当不错。好，正面的正拳过来，那至于在刘宇伦的部分呢，是28岁，年纪比较长一些，176公分，宜兰强身道馆的选手。
在第一个回合打完之后，我现在分数稍微有一点点的小拉开，目前是17-8，这个青方蔡文婷呢是暂时领先9分。算是比较临时一点哦，这个刘宇伦哦是后来才确定更换的名单呐、啊，是，所以对他来讲可能也会这个来的比较突然一点，因为他是强生道馆的教练哦，那年纪也比较资深一些些，28岁，马上要转换那个心情，对，又忽然变选手，对，我们回到10年前的这个感觉。我看他还是有说有笑的、哦、这个心态是还蛮好的，转变的还蛮快的，对，没错。哦，在那边头部有对方打起来，打得太客气了一点、啊。哇，那这个教练人真不错。当他的学生应该还蛮幸福的。嗯，应该蛮幸福的。对。一个上端，但是没有压到。哇，也这次有了。哇，再补一个旋低上去，连拿5分呢。来回交换的旋踢，正旋再过来之后，哇，再补一个旋踢，所以那连续性其实还不错啦。感觉那个刘宇伦好像有一点招架不住，毕竟有了年纪，然后体力上面还是有点差异。没错。哦，所以其实，在年纪的部分呢，或许也有一些的影响。嗯，但当然不是绝对啦，我们在前面当然也有看到这个比较年长击败年轻的选手。嗯，啊，身高也不是绝对，或许都是有一些的优势啊，但不是绝对。其实还看选手的心态。对，没错。他只是临时被叫的，为难他了，真的是有点辛苦啊。对，那这个也是一个小插曲啦，小意外啦。是。原本要上场的选手啊，这个就忽然缺席了，那没有办法出赛的一个情况之下，还是希望这个比赛能够顺利的来进行80公斤级的部分，所以啊，请了这个强生道馆的教练，算是宜兰县强生道馆强力赞助啊，赞助了这个刘宇伦教练上来啊，才让我们有这场比赛可以看。所以现在他的教练也是啊，对，好好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对，就是对，嗯，稳稳打，不要受伤。心中的 OS 应该说，这过去10年没有打过这样子的比赛，哇，怎么又回到以前10年前的那种感觉了？旋踢后踢，哇，很重。哎呀，撞到了，哇！鼻子是不是被打中了？还是眼睛可能有被打到？哦，打到眼睛。对，看一下重播。哦，就是戳到了，手部戳到眼睛了。真的算不错哎，以他这样临时被叫上来，哦哦，我下要踢到头。对。都没有读完，可是刘宇伦还可以再进行比赛，对，他想要完成赛事了，是，真的也不容易了。
场比赛胜负大概是没有什么悬念呢、啊，哦，但是这个刘宇伦的精神是可以肯定的，那想办法要把比赛来完成，至少我完成了这场比赛。对，没错。好，最后的十秒钟，还是要有攻击的动作出现呢、啊，裁判来提醒。好，时间到了。这场比赛当然刘宇伦打得也蛮辛苦了，我们最后是有比较年轻的两个人差了九岁，十九岁的蔡维婷清芳在这边代表国立彰化师范大学，在今天个人赛的最后一场宣判比赛结果56-24，获胜的是清芳蔡维婷。邀请五届体育董事长吴玉汉董事长担任颁奖嘉宾。当然是临时上阵啊，所以哦，这个打起来比较辛苦一些些。哦、不过这是个人赛事也告一段落了。等一下回来呢，还有最后压轴的一个团体赛事。休息一下。全接触空手道的赛事方式，就是将对手将击倒对手视为胜利。表演空手道，现场最准备的观众们能够。